没有，要辜负人家。好。而且刚刚主动亲密又很熟，他们俩在一起，你很担心他吧？我是说陈向东，电话都不用接，简讯不用回。陈向东，你可以不要这么无理取闹吗？你跟狐狸怎么了？都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是没放下。等一下，每周六晚间10点 ，TVBS 42台《天堂的微笑》，本节目由米乐爆米花冠名播出。